妈妈，我要吃烤山药。是有跟人有本，奶狗，我不是。要付钱。做饭要看天赋。郭振好拽，郭振好帅，郭振好酷。洗牌、马牌、抓牌，糊了。我认真的听风吹过的声音，聚焦艺人数据，洞察娱乐真相。番记的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SKY 的郭振。帅帅酷、啊、米八五还差两三厘米、小狮子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有一种成长感吧，就小狮子将来就变成大狮子了嘛。郭振好拽，郭振好帅，郭振好酷。先给家里买套房子，买辆车，因为我觉得是有根人有本，先把自己安定下来。好看可以，温暖可以，奶狗我不是，好凶我没有，游戏黑洞你哪次看到我游戏黑洞？我游戏明明还挺厉害的，好不好？菠萝蜜，菠萝 peace， 挺厉害的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你是和小猪佩奇还有他的弟弟一起踩水坑去了，你才踩水坑去了，你该剪头了，我已经剪了。200万福利呢，我会准备的。好想掐一下，这个是什么鬼？那要付钱。你是给天津水杯摸的小猫咪吗？嗯。其实有准备好了，就是舞蹈。个人喜好吧，因为我觉得我日常其实拍的都比较少，然后还是有一点，就是因为自拍的技术不太好。神仙迷之角度，因为就是最近稍微丰满了一点，然后就想剪下来，跑到一半突然下雨了，就没有办法。在家如果我们有行政的话其实是不会做的，但是在家的话有时候我觉得就是方便的话其实还是会自己做一下。尖叫鸡蛋，做饭要看天赋。我认真的听风吹过的声音，就像在耳边的呼吸。其实吃的不多，但是就是坐到那里，因为天气很热，然后就坐在那儿也不知道干嘛，就坐在那儿一直吃一直吃。很小，据我妈妈说，包括一些亲戚朋友说，小时候吧就经常会听到音乐会动。那你知道网友称呼你为少年舞王吗？你觉得这个称号？我觉得这个称号其实都是曾经了。谁还没有个过去？老师呢还叫你是身体节拍器，让你粉丝有点神秘和令人羡慕的舞蹈，舞蹈已经要求了，让我们随机音乐。郭振的舞蹈 freestyle 太难了。2000 years later. 其实我日常的话，可能会比较习惯于去照顾别人一些。年龄的话，对这个的话，你觉得谁更像我？那你需要别人照顾？林杰，左林杰。和哥哥们在一块儿，每天都是有趣的事情。MV 那种围殴的其实有的，被围殴的主角并不是我，一般都是郑仁宇。真真假假哪有那么多，何必呢？拿了拿了，这服好，韭菜 OK 站站。那你刷到最近的一条有意思的事情是
就是最近突然刷到一个视频，是江湖上的四大吆喝。妈妈，我要吃烤山药，吃大块的，两块够不够？够了，谢谢妈妈，妈妈真好。收获嘛，收获就是真的学习到了很多新的东西。遗憾的话，暂时还没有。太快了，没感觉到。希望就变得更好吧。就是做所有的事情都不要后悔。正正子什么时候再发 cover 舞蹈，要跳好几根的那种，其实真的在准备了。郭正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呢？希望往哪个方面发展或尝试呢？其实我刚一开始进入的时候，我就想要全面发展一下，可能将来也会去演戏，然后也会舞台和演戏兼顾。郭正的舞种池还会再增加吗？会增加。分享一下自己的歌单，最近爱听的歌，最近爱听歌听风，好好听。番记的粉丝朋友们，拜拜。